哎，来，时间到了，快开始了。你们坐好了没呀？好，都坐好了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 李宁今天非常开心，因为他的叔叔送给他一顶很酷的探险帽。叔叔说要很勇敢、很聪明的人才可以戴哦。哇，要去探险呐、啊？那我要检查一下。嗯，检查什么？看你能不能去探险啊！来，你手借我一下。好。哦哦哦，力气很大哦，力气很大哦。哦，可以，很强壮，很勇敢，啊。嗯，还有，来，头过来一下。 这个脑袋哈，咕噜咕噜咕噜的转啊，有想事情、想方法，很聪明。那要不要检查我带的东西呢？啊，哦，还有东西啊，哦，你带了什么东西给我看看？什么都看得见的望远镜，什么都看得见，望远镜看得清楚又看得远，是野外探险的重要工具哦。 那跟我说第二个工具是什么？噔噔，通通都照得到的照相机，不管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，只要发现了，就能照得很清楚哦。那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呢？嘿，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的食物袋。 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的食物袋，里面有大力气饭团，长的高牛奶，跳的圆豆豆，保证让你精神百倍。哈哈，带了这么多东西啊！好，哇，我看呢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去探险了。耶，太棒了，可以出发探险喽。可是要去哪里探险呢？ 这是个好问题呀、啊！你要去哪里探险呢？我来想一想。奶奶，那你要想快一点哦。啊，哦，好，想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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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要帮李宁想啊，他要去哪里探险？哎，你们呢，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年初最棒的成语，水果冰淇淋，叫三声大笑。 时间到，赶快来看看结果吧！这是喵喵小厨师的作品——蛋糕卷。这是汪汪小厨师的作品——寿司。两个作品都很棒。今天的优胜者应该是……等一下，大厨师也有作品。哦，是一杯咖啡，这跟题目有关吗？等一下。 先把奶精倒进咖啡里，哇哦，果然是漩涡图形，而且这是会动的漩涡哦。
可是一杯咖啡算不算是料理呢？找找看，那玲玲啊，要到哪里探险比较好呢？嘿，去北极冒险。哎，北极是一个很好探险的地方，不过那个地方太冷了，玲玲你去会感冒哦，先不要去那里啦。哦，不行，去北极了。嘿嘿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找找看，玲玲要去哪里探险比较好呢？啊，去海底冒险。去海底也不错，不过玲玲不太会游泳，不能去海底哦。啊，又失败了。没关系，来找找看，玲玲要去哪里探险比较好呢？哎呦，楠楠，你想快点啦！我想要现在马上就去探险。你别这么急嘛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找到什么东西啦？哇，是一张地图哎！哎，好像是个藏宝地图哦，里面有黄金狗、彩虹鸟，还有宝石皇冠。哇，给我，给我！我要去找宝藏啊！给你，给你哦。哎，不过这我说啊，这个是书上面的地图哦，它不一定真的找到了什么宝藏哦。哼，我是最厉害的探险家，我一定能找到宝藏的。哼，出发！哦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哇哇，玲玲要去找宝藏了，希望她能找得到。那我们呢？来来来，我们来听个好听的故事，《故事小兔》。小兔转圈圈，好听的故事在这边。猫咪喵喵叫，喵。调皮的三只小猫穿上弹簧鞋，跳啊跳的，想让树上的小鸟吓一跳。是什么？哦，是一个山洞。奇怪，三只小猫怎么变得越来越小？哦哦，好大的！鼠公主，老鼠公主非常喜欢她的小猫咪娃娃。她想出很多好玩的游戏。但是小猫咪们一点也不喜欢。幸好老鼠公主玩累了，睡着了。三只小猫赶紧跳下床，坐上火车。穿过山洞，回到了原来的树林。嘿，哎，有小青蛙，小鸭鸭，可是没有地图上的宝物，哎。哎，有奇怪的东西。过去看一看，哈，找到了！耶，
找到黄金狗了，赶快拍下来。哇哦，你真的找到黄金狗喽？对呀，我厉不厉害啊？真的好厉害哦！我等一下还要把彩虹鸟还有宝石皇冠找出来哦。加油！水果奶奶，美人鱼找我，那我也要去看美人鱼喽。美人鱼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没有卫生纸哎，快跑！来喽，加油！谢谢。不客气。需要卫生纸的时候，请找怪宝机器人。谢谢。加油！叽咕咕啦！你们喜欢水果奶奶吗？喜欢。喜欢。你们喜欢水果冰淇淋吗？喜欢。喜欢。你们喜欢唱歌吗？喜欢。太多的时候，请找毛球来帮忙。阿啾，谢谢，不客气。你走开啦！水果冰淇淋。这本书了，这本书不好哦。这本书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去幼稚园说故事给小朋友听，可是他们一直哭。这本书不好。你说给我听听看。你真的想听吗？对对对，我也想听，你赶快讲。从前有位公主，她遇见了一位王子，然后他们就是做了一些事情。讲完了。哼，讲完了。不好听吗？根本还没有听到什么。我记得这个故事是这样子：从前呢，有一位公主。有一天，公主在海边捡到一颗很亮的星星，结果星星啊，变成一位王子。他们一起骑着白色海豚，穿过可怕又危险的海底隧道，来到月亮海湾。用星星的力量重新修好了星星宫殿，帮助人鱼王国里面的人民重新恢复美好的生活啊！哇，奶奶，你跟我说的是同一本吗？嗯，应该是同一本，没错啊。哇，你好会说故事哦！因为我喜欢说故事啊，啊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哦。也许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说故事给小朋友听哦。嗯，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。嗯，那我就唱歌喽，听歌。嗯，Thank you.
哎呦，彩虹鸟和宝石皇冠到底在哪里呢？嗯，肚子有一点饿了。哎，有了，先吃东西才会有力气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呵呵，咻！哎，那什么啊？咻！嗯，彩虹鸟。哎，等等我。不准跑。玲玲，放开我啦！不行，你是彩虹鸟，不可以让你跑掉。奶奶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奶奶，我发现彩虹鸟了。我才不是彩虹鸟呢，你明明就是，你是我第二个宝物。哎呀，哎，玲玲啊，你不要抓那个彩虹鸟抓那么紧嘛，你看它受不了啦。可是我怕彩虹鸟会跑掉啊。哎呦，瓦露啊，彩虹鸟啊，你就让它拍张照片就好了嘛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。哎，小小探险家啊，你已经找到彩虹鸟了，赶快帮它拍张照片，放它回家吧。我走喽。耶、yeah, ！找到了黄金狗和彩虹鸟，接下来还有最后的宝石皇冠。哎呀，玲玲啊，还有东西要找啊？对呀，拜拜。再见再见。哇，我不知道玲玲会不会找到这个最后的宝藏啊？等我再去看她。我们先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！找到胡萝卜城了，莉莉公主，我来救你。啊，迪迦兔，看我的厉害！哈，莉莉公主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小勇士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被红毛怪抓住了，只要通过这个星球上的三个关卡，就能把我救出来。小勇士，快救我！滴答兔，我来救你了，耶！第一关，彩色火山。登上火山，努力往上跳，成功在时间之内拿到三颗不同颜色的球，过关！加油，小帅哥勇士，快来救我！哦，要跳得高哦！哎，看准了！哇，你好斯文呐，不想用跳，跳一下嘛！耶嘿，红球，红球拿到第一颗红球，太好了！第二颗，快快来拿第二颗，要跳跳跳！哇哦，哦，比较高的你也拿到了。啊，好的，黄球没问题了啊，加油加油！哎嘿，好，三颗球就拿到了，过了第一关，耶嘿，快点滑下来，到第二关来救我，快，快点！第二关，闪电蜂窝，按照你拿到的彩球颜色的顺序，一步一步前进，没有踩错，顺利抵达终点，过关。红绿黄，对对对，我都记得。哎嘿，绿，然后黄，红绿黄，红绿，黄，按照次序走就没问题了。哦，太好了，不要紧张。哎呀，黄，然后再来。你踩错了，不是红，然后是什么？绿嘛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对，红绿，黄对红绿。红，耶！有点惊险，但是过关。第三关最困难，打击怪物，你双手要控制雷射枪，瞄准之后发射，能够成功打倒所有外星怪物，就能拿到神奇水晶，救我出来！打怪
兽，大怪兽，赶快救我出来！小勇士，加油！哎呀，我被绑着不能帮你忙，你要自己加油了。哟啊，差一点，瞄准瞄准，对对，瞄准一点。哎呦哦，好棒！打倒第一只，打倒第二只，第三只，没问题了，加油！耶，发射！啊，差一点，没关系，再瞄准，瞄准一点。对，耶嘿。哇哦，你太棒了！拿到水晶球，救我出来！耶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嗯，好，得救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丽丽公主。啊，迪达兔。公主。谢谢小勇士，拜拜，谢谢哦。嗯，哎，哦，这里没有宝石皇冠，哎，这里也没有宝石皇冠，哎，好累哦。哟，怎么了啊？累了。哎呀，玲玲，休息一下，不要找了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宝石皇冠。啊啊！美女狗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怎么了？美女狗把我的宝贝抢走了。哦，是什么宝贝？一个皇冠。哦，一定是我要找的皇冠。哎呀，赶快来看看，有这么巧。哇，真的是一个皇冠呢！耶，找到宝石皇冠了！哇，今天真有趣了啊！一开始的时候是我跟李玲啊两个人在玩探险家的游戏，后来我在书里面找到一张藏宝地图，哦，李玲探险家就很认真的去寻宝啊，最后真的给他找到了黄金狗、彩虹鸟，还有呢，宝石皇冠。奶奶，快点！你还有没有别的地图？啊，你还要寻宝啊？嗯，这一次有莎拉帮忙哦，我一定可以找得更快。好嘛，啊，不过我就先找一下地图。找地图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喜欢寻宝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水果。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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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